姥姥，九百块大羊腿怎么舍得买啊？你不会吃了吧？当年吃这个才爽。这玩意这么腥，你自己吃去吧。臭小子，姥姥做好了，你可别馋。姥姥，隔壁羊腿不是这样做的呀。那是他不会做，姥姥做的比他那香。哼，就你能吹牛。姥姥，你裹着脏泥巴干嘛？不懂吧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哼，我看你弄成什么样。烤三个小时就可以吃了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喽。太香了。这样吃爽吧。